虽然跟他不熟，但是你知道说他平常心地了，心地啊，干阴地，男生呢、欸，就很善良，都会帮助同学，都行侠仗义。你们私底下不会联络，也不会聊天。早上要上学，一开门，那男生脱光跪在地上，跟我在一起，裸体跪在地上，单膝下跪啊，然后管贴着地面这样子，拿一个早餐。你看他，哦哦 ，Oh my God， 太帅了 ，Oh my God， 他是这意思。他说，哦 ，Oh my God， 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对不对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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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这样？一定是这样子吧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一定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你看，看，当开门是他妈，我就死定了。哎，老师，你总在我家门口，他可能跪在那边裸体，你是那样子吧？你是这样子啊？你看我巨搞正，家人们相处刚好，哎，填补各自的漏洞。我跟你讲过，我没有特别在意这个人的外形，我在意的是心、灵魂啊。我看他的心啊，我有透视眼，我是 X 光超人，我会直接看他内裤。哎，你今天内裤穿什么颜色？白色啊，交往。是不是你的盘好吃？看好、哦。哎呦，哦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他们也不是我的啊，啊我签名 的，不是，不是吗？我签名的、啊，那签名。对啊。来，要看好啊。好。哎呦，为什么？你的牌这张对不对？可以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抽出来，抽出来看一下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拿出来。假的，好，我看啊。好变态，为什么？你看，怎么拿得出来？想要我的签名哦。这就是一文刚刚签名的牌，为什么送给杨经理？为什么、啊？好好恶心哦！哎呦，你那是什么？喜欢这个道具，记得去下面的结构买。喜欢这张也可以购买。